我不是，哎，这欺负人了！你们闭嘴！回去告诉大夫，他要是再不干好事，我让他老子滚！滚！刚才谢谢你啊，口头表达感谢好像不够诚意吧？那你觉得怎样才能表达我的诚意？我看你好像很有钱。那你觉得多少钱才能表达我的诚意呢？ 我虽然缺钱，但我不讹钱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当保镖，月薪3万。哼，好，我给你5万。哎，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个合作方，你陪我去。哎，虎哥，那刘通找了个美女当保镖呀，身手还不错啊。 说，哎，虎哥，刘通找了个美女当保镖呀，身手还不错啊。徐玉林跟他在一起，徐玉林是谁？刘波的女朋友，宝贝的跟祖宗似的。徐玉林和刘波在一块儿吗？啊，没有，就他们两个人。看来王上，啊，绑了徐玉林，刘波就任你我处置一切。还得是你啊，王上。 钱我已经还给你了，胡哥。给刘波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救你。只允许他一个人过来。小心！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伤害他，你不要伤害他，求求你胡哥。闭嘴！说话！喂，刘波，我呢？在四海的天台等你。 我现在过去，你别伤害以琳。好，我等着你。哦，对了，我的人呢？盯着你呢。最好别耍花招，不然等着给这个女的失败。喂喂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回头再找你啊。亲爱的，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我这样的美女出面，有搞不定的男人吗？说结果，我已经成为刘波的保镖。 结果他接了个电话，就急急忙忙的走了。好，很好，跟着他，找机会做掉他。放心。你别管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哎，放了他！哎，你快！有人买了你的命，你呀，从这儿跳下去。 我呢？放了他！你别管我！你放了他！你放了他！有什么冲我来？要啥要剐，随你便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别人跟我讨价还价。不是说三个字，如果你呢？老子就弄死他！好。等等，这样就让这丫头给死了，也太便宜他了。 刘波，你小子不是说要断了我命根子？今天老子就断你命根子！啊！我到底什么来头？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弄死他！老子跟你拼了！ 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真掐死他！我让你放了他！你死了！依林，依林，依林怎么样？依林，依林，依林，撑住！ 依琳，我是你的保镖，你忘了？快上车！去医院，快去医院！
老公，就是这个臭保安，害我把银行工作给丢了。老板，需要我叫什么？我老公啊。 可是整个云海最有名的治疗心脏病的专家啊！你愿意，你就帮你吧。我好难受。 你们别杞人忔设，这个是江文成的董事长油腻说话的份儿吗？你也干事！行了，叫我们大声点，我都没走。哎，别着急呀、啊，还有第二。我老婆在银行丢的工作，工资涨10倍。 行长，哎，老公，刘波的那个钥匙我查过了，是东江银行的至尊钥匙，1亿啊是基本的存款，只要花光了就可以不见。所以啊，你一定不能治好那个女人，得让刘波求着你，让他成为咱们的取款机。 下午2点，老地方见。好，刘波让我下午2点陪他去见客户。你是不知道刘波面对危险的时候爆发的伤害力有多大，这你得问董事长。等我掌握刘波的信任，随便给他喂点药就能。哎，怎么，找我有事啊？ 行了，我要休息了。你们别杞人忔设，这可是江文成的董事长。在那之前，我从来没和他说过我的事，他怎么知道？这杯酒里不会有什么东西吧？怎么了？韩干之所以成功啊，还是因为有你这个钉子。